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啊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啊。今天呢，我要出门去买菜，然后打算用一个这个包。这个包当时是现在是我这个频道的第一个视频里做的包，然后呢，因为还有剩很多的皮料，所以就打算把剩余的皮料做成一个更小的包，然后等到时候遛猫用。然后买完菜回来做包，拜。